我要做饭了，快给我打下手！快点火！啊，会不会点火？你先把这个火车子对折，然后你再点。哎哎哎哎！你别，你别，哎，这都是烟！哎呀！你还说你会做饭，我小命差点没了。我说，你烧火，我做饭吗？着火！郡主，救马爷！救火！救火！啊！救火！我，我会点火。那不是，那什么嘛？你怎么会不会点火呢？不是，你自己都不会生火，我为什么非要会啊？我堂堂上将军，我为什么要会啊？你看你这脸花的，跟小花猫一样。你还说我，你这不也是吗？你答应我，你以后别再做饭的行不行啊？好啊，但是你也答应我，别再做危险的事了。我知道了。 那司徒令的账本还回去之后，我就再也不管这事儿了。哦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小花猫。嗯。